从空中俯瞰，面积约13.7万平方米，相当于19个足球场的西人工岛，就像一只鲲鹏展翅在伶仃洋海面上。它一头连着桥梁，如长虹卧波；一头连着隧道，似蛟龙入海。西人工岛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实现桥隧转换。我身后就是西人工岛连接的海底隧道的入口，驾车穿行深中通道就要在这里完成桥隧转换。在这儿呢，我们看到不远处还有一个比较醒目的建筑，就是风塔。这个风塔有55米高，差不多相当于20层楼。它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它就是整个隧道的呼吸系统，相当于一个大的排风扇，每秒的排风量可以达到600立方米，确保隧道内随时都有清新的空气。西人工岛是全线最早开工的项目，也是深中通道全线在伶仃洋上落下的第一子。西人工岛刚开始这块区域，它是一片茫茫大海，它是通过57个钢圆筒，就正成57个钢圆筒，相当于形成一个围壁的墙，然后形成一个岛体，然后再在里面填注沙子啊，进行这个岛上的这个主体结构的施工。如今西人工岛已经建成，集桥隧转换、管理维护、科教观光、消防救援、交通监控为一体的多功能枢纽。岛上建筑的外饰面结构吸取热带棕榈叶的构造肌理，营造海岛氛围的建筑景观空间，结合当地热带气候，通过镂空外维护结构实现通风与遮阳，提高使用舒适性，降低建筑能耗。实际上我们还蛮关注它的公共空间的一个体验，比如说从这个主入口上去，我们3层的话有一个观景的大平台，客人来到这里的话可以看到外面的一个海景，它往两边延伸的话呢，它引入了一个骑楼空间的这样一个概念，人走在一个遮阴的环境里面，吹着这个习习的凉风，有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体验。如果把西人工岛比作海上鲲鹏，岛上的整个房建主楼就如同一对张开的翅膀振翅欲飞。未来这里不仅是深中通道的桥隧连接点，还将建成一座占地2200平方米的科普教育馆，成为让人流连忘返的伶仃洋上新地标。深中通道东人工岛位于深圳宝安机场南侧，西接海底城管隧道，是深中通道深圳端的门户工程。从空中俯瞰 T 字形的东人工岛主线隧道与两旁的匝道隧道桥梁，就像一只挥动着翅膀的海鸟翱翔在海面上。2017年开工建设前，这里还是一片海面浅滩，海沙填筑而成的岛体面积近35万平方米，相当于48个标准足球场。通车后经深中通道东人工岛，可东往惠州、深圳龙岗，西往中山、珠海，北接广州、东莞，南连深圳前海合作区和香港，充分发挥项目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的重要作用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间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。在东人工岛水下互通枢纽的一个分流点，记者看到深中通道海底城管隧道在这里分成2个岔路，从中山到深圳来的车辆会通过外形的岔路分流，和地面上路网顺畅连通。像这样的隧道匝道分河流点，在东人工岛水下枢纽有4个，他们和岛上主线隧道共同实现车辆的分流与河流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中通道水下互通的咽喉所在，就是在这个位置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主线我们在这儿进行了3条分叉，其中中山来车的时候，直行方向是沿着我们的主线隧道，接前端的京港澳高速和鸡侯高速。我们再往右侧的这个匝道进行分流过后，沿着右侧继续直行大概350米，过后分成2个方向，一个是往前海和香港方向，一个是往东莞和广州的方向。反之，另外3个方向的这个车流汇集到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过后，进入城管隧道，前往这个中山和南沙方向。